台湾有一句谚语说得好，秋桃够厚栽，不怕秋尾最红胎，意思就是说只要底子打得好，不论遇上任何挑战也能够安然度过。这句话也很适合用在国家建设上。为消除台中县丰原潭子一带以及台中市内共17处平交道长期的阻隔与降低铁路交通事故之发生，并且改善台中都会区的交通状况，为民众提供品质更好的大众运输工具，所以进行基础建设，规划将台中都会区的铁路高架化，以彻底解决平交道事故及平衡铁路两侧之都市发展。预期本计划铁路高架化后，将可达到以下五个目的：一、促进整合及协调性的运输系统，提供都会区域快铁之便捷交通；二、消除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发展之阻碍，均衡都市发展；三、改善平交道所造成之交通问题，增进行车安全；四、改善市容景观，提升都会区环境生活品质；五、提升都市土地利用价值，增加经济活动力。本计划规划工程范围：北起丰原车站北侧，里程为 VK181+715 处，沿途经过现有丰原车站、潭子车站、太原车站、台中车站及大庆车站后，南至大庆车站南侧，里程为 VK202+900 处，衔接回现有台铁轨道。本路线的结构配置包括：一、北平面段335公尺；二、北引道段300公尺；三、高架段19600公尺；四、南引道段500公尺；五、南平面段450公尺。工程全长为 21.185 公里，其中 19.6 公里的高架段，除了将既有五个车站高架化之外，另外配合台铁捷运化政策，增设丰南、松竹、金武、五权四个通勤车站，以符合车站间距2公里之台铁捷运化规划原则。
总计台中都会区铁路高架捷运化计划共计有九个高架车站，由北往南依序为丰原车站、丰南车站、潭子车站、松竹车站、太原车站、金武车站、台中车站、五泉车站以及大庆车站。为提升车站系统之功能，使其成为符合大众所期望之必要交通服务设施，本计划规划设计之高架车站有以下几项考量重点：一、内涵上强调进步性、前瞻性，并表现机能效率及其适用性。所有车站除应更为方便舒适且具吸引力外，同时以借由公共艺术的融入，表现地方人文风格。二、造型上能充分表达其机能性，使旅客能熟悉车站之空间与功能，达到导引的目的。建筑手法上展现现代化之建筑技术，采用适当之构材形式及尺寸，以降低量体冲击，并使用节省能源且可回收再利用之建材，以达减低能源消耗之目的。在整体设计及细部处理上，具备持久品质及简洁的特性，使建筑能保持领先时尚之形式，达成上述之效果。三、站区整体设计上除满足营运需求外，更融入周遭都市环境，以创造整体形象，使车站与其附属事业之开发成为车站附近地区之地标及象征性的出入门户。以反映其对都会区内交通汇合点之重要性，站区之设计尊重地方风俗、古迹、遗物，而现有自然景观予以保存并融入社区发展规划中。四、高架车站之设计尽可能采取开放式与具穿透性之设计，特别是位于拥挤的市区，此种设计方式可减轻车站之量体感，且便于乘客能于所在环境中迅速判断方向。而月台与遮之形式尽可能提供最大的顶盖遮阴，雨遮涵盖月台之长度视该站停靠车种而定，并适度增长涵盖范围。五、车站出入口之配置上，应便利乘客在铁路系统与其他交通工具间之转乘，并进行硬体与软体景观之规划，强调车站个别特色。而入口处设置的绿化设施及景观家具采整体性设计，与街道所有设施相配合。